这就是街舞第二季的节目已经到了最后的总决赛阶段，在这个节目当中，很多人也认识了很多的好伙伴，之后的联系也肯定是会有的。于是在赛后，我们就看到了千玺的 INS 上新增了不少的新朋友，其中不少都是易燃装置的队员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另一位队长吴建豪。吴建豪的街舞节目是第二季新增的队长，之前千玺与他或许并不相识，可能是在经历了这几个月的节目后，两人似乎也建立了较深的友情。吴建豪作为年长千玺的哥哥，在节目中一直很照顾千玺，而千玺对于吴建豪更多的还有赞赏，两人彼此互相欣赏，再加上一些有趣的互动，可以看出他俩的关系是非常好的。而在此之后，他们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吴建豪和易烊千玺的合照。比较令人惊奇的是，站在千玺和吴建豪中间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，而当知道这位女士的身份之后，很多人也是大吃一惊，因为那正是吴建豪的妈妈。在看到这张合影之后，很多网友不由得惊叹，吴建豪的妈妈这也太年轻了吧。如果不是有人知道其身份，这也很难联想到这是吴建豪的妈妈了吧。而这张照片是千玺与吴建豪还有其妈妈合影，怎么看起来感觉像是一家人呢？千玺在这张照片里完全是可爱的模样，那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